咱家小班想你今天挑战一天只吃带笼子的食物。这笼？我可跟你说啊，咱家小班都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带着全班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这能难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咱们给小胖来一碗龙须面。哇，好细呀、啊！然后给小胖来一盘卡龙，垫吧垫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午饭给小胖来一盘小龙虾饭。香啊！然后再来一盘龙鲤鱼。晚饭给小胖来一个大火龙果。今天吃的真是太开心了。